接下来骂死了。然后我们的魔法就是这么做，它的力度不是它的那个力度不是很深，很轻轻的，然后就没有切到，然后比较轻这样子做。它的力度很轻，不要渗透在底下。然后这个手法，可以拿来先放松，或者是刚开始的时候可以先做放松。有些人他，那个比较紧张。然后还有结束手法也可以用。爱的接纳性，而不是呢，是那下来，你足够的关节上打开接纳性。也是的，是那下来，是那个动的时候，拉丝拉的上。刚刚大家说关节，动作也先把三十多人慢呢，打开方便些。接纳性嘛，三十。这个手法就放在结束后做的，然后还有个就是放在柔软的地方，比如说这肚。